获得了 Busan Indie Connect Festival 2024最佳休闲游戏奖。放置型经营游戏迷你咖啡厅 Tiny Cafe， 我们要化身为离乡背景的老鼠咖啡师多尔斯，到了满是猫咪的城镇经营咖啡厅，透过一杯杯的咖啡，请听猫咪们的人生故事。我们要招募老鼠同伴一起工作，还要新增意式浓缩咖啡机和烤箱等新设备，获得蛋糕等各种食谱，达成不同客人的需求，还能够用抽卡来获得经理。这些经理们拥有各自的绝技，比如说增加特定品项的营业额，或是获得随机奖励等等，让我们可以更快扩展咖啡厅的规模。游戏音乐相当轻松舒适，每一次打开游戏都会让人感觉像身在咖啡厅一样，推荐给喜欢咖啡跟小品游戏的玩家。